2005年7月10日傍晚，我小班过几天洗澡回家，很晚了，放炮的，然后都还没个面，再有个泡了的。当时看到我儿的有点骨头疼儿的，所以我就脸儿把它抱到屋去，把它洗个润肤啥的，就慢慢就好了，那个方面的。两三个月儿，我儿的笑，再不够好的，我儿回家四个多月儿个哈，我就到了武汉，妇幼保健院找了我专门治脑壳的张先生介绍看，对我儿是老大。我前一步的事，但是我做的相当，我放下的刚好，这个我儿就怀孕。这一喊啊，比人我感觉出来就出来了，所以这多年我一直没放弃过。那是按摩，我不停的把它按，我儿子嘿睡觉的事儿，不停的按，再来平时的就把它敷按，一点儿变化，一点儿微小的变化，我都感到屁的高兴，屁的幸福。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，春风不解风。